四粒嘅我，唔有唔有咧，都有喎。呢個快號係左邊第二粒。我喺唐樓嘅時候都係咁扭噶，不過而家都係咁上下嘅啫喎。可能會快到而家跌啲，但係都。左邊第二粒吞上去，跟住第三號，第三號，第五粒呢個，呢條成粒都係喎，可能有啲幫助。係咪啦？第三號係啦，一。系啊，有啦，有两粒，剩翻而家第三行第二粒同左边第三粒，右二左三，咁又想记住。左三喺个左边第三粒咯，见到啦。吞过嚟先，你见到就得噶啦。可以将呢个左边第三粒吞落嚟。三粒搞掂埋啦，剩翻右面第二粒，第三行右边第二粒，睇下边个位先啦，搵唔搵啊？可能喺呢度，我估系喺呢度，真系见唔见啦？第三行右边你而家喺度，可以。轉呢啲嘅時候咧，小心啲。我哋識玩啊，不過唔教喎呢度，真係唔使教。我呢啲失眠系列，我仲得閒同你教咩？真係唔好玩啊！冇咁得閒，總之知道點玩就得啦。第三行搞掂咗啦，拎翻正佢先，有得人亂咗。搞掂第三行左邊，跟住第四行，四行呢個三粒先啦，唔好理佢啦，三粒，拎過嚟四粒。第四行剩翻兩粒個啦，已經左四同右四，喺見到啦，右四剩翻左四，呢個第四行喎，左邊四粒，都唔係呢度，可能呢粒，係啦，呢粒左邊第四粒，吞翻上去。係咗第四行啦，落嚟右一面啦，跟住第五行即係當第四行啦，第五行即係右邊第四行啦，我一樣咁吞法，第四行咁玩法。左邊第三，如果你黃色。砌完你未瞓著，你都算好夜。有冇睇到噶？講真，你會有冇真係逐步逐步睇噶？冇吹水啊！唔使，我真係逐步逐步扭噶，大佬。第四行啊，而家係扭緊，即係第五行啊，第五行啦，第五行左四右四。
睡又睡，你翻正啲先，做翻左上少少呢度咧，应该系啦，真系有一粒喺度，啲唔系喎，但系望咁似系喎，系啦。步逐步攞去攞貨揾咧，嗱把聲度，而家第五行就把粒噶啦，我哋睇下第五行個粒喺邊度先，會係呢粒位置。第四行右邊第四粒，呢個唔係啦，我都要揾嘅，成咁玩法就真係。心機揾咧，如果唔係點消磨時間啊？係咪？睇翻白色來先，睇到啦，又多一行。跟住第三行。一粒的就是三行，不用理會兩粒，不如看一下第三行在哪裡先，這個左邊一粒，是不是第三行又多了一粒，這個又一粒，四粒了，是的，第三行四粒，我就喺曬呢度。二粒，四粒。沉翻落嚟先，白色唔好亂佢，不你識噶啦，唔使教啦，基本上。睇翻靚嘅先。啊、五粒頭先有，剩翻第三行，而家間唔中要睇翻靚佢，啊咁啊冇容易混亂啊嘛。而家我哋第三行剩翻三粒，右左三右三，睇唔睇到？左三右三，嗯，即係喺度咯，應該第三行，係啦，見到右三見到啦，呢度一粒。跟住咧，剩翻左三，第三行左三呢度喺邊度咧？啊，有啦，真係有啲暈。
首先。好啦，係咪啦？啊，黃色先去到第六行啦，白色完咗，剩翻兩行黃色，好有心機喎。瞓咗未啊？仲未瞓，瞓唔瞓啊？而家我哋咧就兩行啦。好啦，呢度開始啦。就呢度，啊呢度兩粒開始啦，兩行開始。撳上去，都撳落去。三粒，四粒，中一打折就唔會走嘅，你知噶啦。我哋有啲基本功嘅，快翻少少啦。五粒，剩翻三粒，第二行，呢個次啊。左三右五，我真係喺 YouTube 未見過人咁扭喎，所以我就試一下，同埋啊，真係失眠嘅話，咁樣睇住人扭會唔會幾過癮咧？冇扭咩先呢度？係啊，第四粒啱啊，左邊第四粒，右有一粒喺度啦。剩翻一粒嘅就第二行啦，呢個剩翻左邊第三粒，第二行，哎有啦，扭呢最緊要咧，扭嘅時候一上嘅時候唔好打亂佢，咁 OK 嘅，我哋識噶啦，想我教啦呢啲。如果你想學第十階嗰啲咧，其實你係睇我片三階，再學埋四階五階就玩到十階嘅，唔使咁樣真係睇睇我呢啲十階片。呢條片係專係課瞓唔著嘅人睇。我片頭寫得好清楚噶啦，寫住失眠系列，你瞓唔著嘅你就慢慢睇。嗱，我而家已經又整多一行啦，睇咩啊？顏色齊曬。黃色剩翻一行啦，係咪好有滿足感咧？瞓咗未啊？真係未瞓，咁好嘢？我咧剩翻少少嘅啫噃，兩個啊！你呢啲咧就唔好打亂呢度，一打亂你一撳嘅時候，你打亂咗死得啦！好嘅耐性咧，其實扭到咁上下咧，其實喺度十階呢啲咧係講耐性，唔係講咩，除非你真係好玩嗰啲技術嗰啲，玩嗰啲好快嗰啲，如果唔係真係好講耐性嘅咯，有耐性。全部一定要打直牌，每一次睇下佢，臨尾又刪啦。剩翻右耳同左耳啊，但全部都打直，冇打散啊！右耳、左耳會喺邊咧？喺度。啊，睇到啦！剩翻最後右耳啊，第一行喺度。喺度，拎到落嚟先，就係呢粒，呢粒，再拎上去，拎翻落，
係咪啊？最後嗰個都搞掂埋啦。跟住我哋首先拎翻白色先，咁啊冇容易混淆啊嘛。砌翻白色落去，唔使咁黃色自動會望到噶啦。跟住再砌黃色。我哋白色齊曬啦，黃色爭呢度，爭呢度咧半四同四去。喺另外兩面，白色一定要對稱翻去嚟玩嗰啲字啊！嗱，完成咗呢度啊，我諗仲要一分鐘啊。跟住呢啲，我哋就去到藍咯，又係咁樣玩第一行咯。藍色嘅第一行，藍色嗰啲咧，藍紅黃綠咧就易過白色同咩嘅。基本因為你淨係喐呢度啊，所以會快啲嘅基本上。當然我不會太快啦，亦都我本身都不是快噶啦，但係都係慢慢扭啦。而家黃藍色第一行係嘛，剩翻兩粒啦，幾快？右四左四啊，見到啦，右四。剩翻啲行，剩翻左邊第一粒。左邊第一粒睇下先咯，我都要揾。啊有，我搞掂個藍色行啦。嗱，第一行，跟住矮斜佢先，好靚啦。跟住變第二行。不過你都唔使教噶啦，你識得玩三階四階嗰啲就已經玩到噶啦。所以我而家唔得閒去教啦，即係約你講俾你聽。我而家玩緊第二行啊。左一左二有啊，剩翻第二行，剩翻左一同左四啊。第二行左一啊，見到啦。第二行剩翻左四，啊有。搞掂，藍色搞掂第二行，跟住第三行。左一右二，哎呦！要記住嘅有時啦，剩翻右二咁，你咪記住啲位啦。記住啲位咧，你又可以快啲咯。會，即係講我哋簡單嘅啦，我唔識得特別快嘅，即係佢啊。我都係咁逐啲逐啲去扭嘅啫。第三行搞掂啦。因為第四行，第四行，剩翻右一左一左二，啊有啊有左一，
火焰又一，喺度有。剩翻左二，左二第四王啊，有喎，又搞掂。我哋通常咧，人哋嗰啲就唔會砌出嚟砌落去嘅。不過我中意砌下，逐行逐行砌啊，睇下啊，砌一砌睇下，滿足下先。喺呢個第五王，第五王即係反面嘅第四王啦，我當咁啊易睇啲。即係四行，即係五啦，五數落，調翻轉第四行啫，記起上易記啲咯。有一粒，第四行三咯。呢度有喎。五粒，右四有左二左四，右四。左二左四剩翻，左二左四啊，第四行。哎呀，左二啊，見到，揾翻上去，冇佢。左二啊！剩翻左四第四粒，左四咪呢粒。即係第五行啦，呢行係吞落嚟，吞落嚟，吞落嚟啊！